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睿。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第9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决赛。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曹大元老师和我们一起关注这个，也是近期啊这一系列的赛事的一个收官之战了啊。就是衢州烂柯杯的决赛。那么进入决赛这两位棋手李轩豪和范廷钰，正好也是最近啊这个状态最好的两位棋手。对，同时也是最近对决量最多的两位棋手。对。啊，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现场。是啊，哎呦，还看到了他们的主办方为他们进行准备的一些餐点啊啊。这范廷钰和李轩豪他们也是从4月10号开始在衢州进行亚运会的选拔。4月10号到今天刚好是20天。嗯。那么包括到今天这个决赛，他们俩就是20天之内进行了21盘对局。啊、哦、对，算算今天这盘是。对。21盘。这真的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赛程啊。但是呢虽然这个强度很高，但是他们二位这个胜率也很高。对。站着到最后了嘛，肯定胜率很高了。因为对、比赛肯定前面一路连胜进到决赛。对。然后亚运会他们二位也都是双双入选了我们的。对，并且他们两位棋手是从预赛，亚运会选拔赛从预赛开始选。对。嗯、如果不下第一阶段还没这么大的对局量。对是的。那么比赛呢今天也是提前到了10:30开赛。前面几轮都是中午12点开始。哦，是这样啊。对。因为今天有闭幕式。可能吧。啊，就比赛完了有一个闭幕式应该是。其实。所以比赛提早一些。对，我们好像这个围棋比赛经常是这样，就最后一轮会稍微提前一点是吧。对，就是我参加比赛那个年头啊，嗯，实际上我特别反感这一局。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我们那时候是比的是团体赛，嗯，团体赛差不多可能要比大部分的，在我记忆中是11轮、比赛11轮比较多，对，大概它的节奏是，当然是慢棋，每方3个小时什么慢棋、然后大概下3天歇一天，嗯，这样一个节奏下来，对，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本来都是12:30。什么12:30？上午就开始比赛。不，平时不是12:30。平时对、平时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最后一天会提前。他提前提得很特别前，就是人我当时我都觉得特别疲劳的时候。对。并且他还不让你稍微睡得晚一些，就是挺早的就开始比赛。嗯。大概8:30、9点这样就开始比赛。差不多，对。就最后一天，都是这样。我也有印象啊。对，你那时候年轻啊，下这比赛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还行，因为这个突然这个节奏有点被对打乱哈。就是一下子啊，就是人下完这个比赛的时候啊，每一次我的体会就是每一次是前面的比赛下10轮你都还行，这个节奏维持挺，第11盘下完之后你人就彻底垮掉，那正好体力上垮掉，就是因为他把节奏最后一天改到上午了，实际上你还是下午嘛，闭幕式晚一点嘛，但是当时的话可能有种种的情况呗，对，可能不是太方便，是，比包括那个新闻报道，不甚至于包括餐饮，当时餐饮都没那么。方便，因为有的队你晚的话就没饭都不给你做了。有的队想提前一天走，如果你当天下完，当天晚上理论上可以，确实是有，是吧？但是可以省一天的那个食宿。这些呢，在我的眼里，当时我就是你这个，我当时我也觉得是有这样的人。嗯。那在我眼里，这样的人当时都不是好好下棋的人，好好下比赛的人，你兢兢业业应该最后一盘棋你也是兢兢业业下完。有好多人是下最后一盘棋已经没有心思了。嗯。下完下了几盘几步棋，草草收兵。也有这种情况、啊、有很多，这个确实是很多。对、好，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啊，还是关注今天这个决赛啊、李轩豪这盘棋呢是猜到了黑棋、决赛呢就是一局定胜负。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猜到白棋会稍微啊、那肯定有利。稍微对，稍微稍稍有利啊。这个其实现在白棋就是占的有利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比较高。对。因为棋子胜率白棋就有60%左右。对。这个是非常高的了。最近小目多了一些，是的。那比赛呢还是每方2个小时。是。
然后是60秒5次，这样的一个用时。这比赛，比如说上午，今天这比赛上午10点半开始的话，就中午起手都不休息了。但他们好在昨天休息了一下，昨天休息了一天。我就是中午的时候没有吃饭。对，现在因为比赛已经有了这个 AI 之后，已经没有封盘这一说了，对吧？对。其实所以我们国内的比赛，不是国际，国际 也基本上没有了。日本的两日制还是两日制是没办法，可能也快了。然后他们国内的比赛就日本国内比赛不是两日制的比赛，现在中午也不暂停了，今年刚改，是因为觉得这个管控的话也不太好，因为你不管控呢也不好，这个事情如果你放任的棋手都是自由的，对，这个很难讲，对，是吧？所以说现在索性就那个，取消了这个比赛，取消了就中午的午餐，对。那两日制现在它还是个日本还是个传统，没有办法。两日制你这个很难啊，这个不能不睡觉吧？对，两日制不能不睡觉，不能不吃饭，但是呢，他们确实也是有所监管的。起码你一些电子设备是要上交的，不能随身携带的，也是一个问题。说实话，这也是个问题。是因为我还听说，就日本有些酒店，就是它本身就是像配备像 Pad 这样的电子设备，但因为棋手的入住，他们房间里这两个要特别的要提醒他们，要拿走。是。好的，这个开局是开局现在的流行型。对，小木挂角之后呢，这个尖顶跳。不过我觉得啊，我觉得我的理解，我想大概能得到大家的肯定了。我想这棋啊，就是你如果你是低挂，对手也这样下的话，我觉得你就是每一次你都低挂好了，你不要高挂。这个图形啊，高挂是这样，高挂是黑白棋如果拖，现在也是很流行的这个棋形。昨天前天的时候小范也下出这个棋了，对吧？这个棋他挂拆三了，就是这个结构啊，白棋比这样要好。白棋要拖爬了一下啊，对，多爬到一下。这边的棋形啊，拖完一下，这边后空也多一点。是这个地方。反正总是有一点点薄的，对。另外这种地方有靠压，这个至少将来人家这个力啊什么都有点新手的味道。是就是说，我想，电视机前的很多棋友应该也是会，就是说更喜欢这个白棋的棋形，而不是实战的这个棋形。不过呢，就是这个话是要说回来的，正是你低挂时候呢，对手其实是有别的下法的，你还要准备一下别的下法，就是你不能说是我挂你一定是尖顶的，是，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是小飞，还有那个闪电帝家，对，也有这样的下法，本局是下成这样定型了，彩一，高彩三。这里，对，然后接着挂角，现在挂角还是最大的地方，这边挂，小姐，对，白棋又是挂角，这盘棋倒是没有点三三，是吧？对，稍微有点意外。但是这两个尖顶啊，右上角这个尖顶跟这左下角的白棋的尖顶，这个还是很有那个 AI 的烙印。是的，是的。是这个在之前的话，5年之前还应该还很少见，不怎么看得见。堂堂正正的布局。是这开局双方下的还是比较的平稳啊。对。这棋现在空的地方实际上是右边，但是现在的话 AI 都不太建议连片，他不把连片看作是就是很好的一个点，是因为连片也没有成空吗？对，在他眼里就不是空，在 AI 的眼里啊，对，比如说这条边，黑棋要找一个合适的选点，反正基本是居中是吧？
其实挺难找的。对，因为比如说走这，可能还是这吧，因为这在这有点怪，这地方也是。这边也是，对吧？如果这个在这的位置的话，可能会高拆啊，下一步。这个位置也有个间隔，也打入间隔，这边也没补好，这边也没补好，可能还是这个中庸一点吧。对，嗯。但是可以看到，如果拆到这儿的话，其实这边还是比较空。他真要打进来，这个并没有说是就是对于。对这样的一个阵容，包括类似这样的阵容，其实人类棋手是还是会有点忌惮的，就不知道我以后会下成怎么样，我打入这会什么结果。但是在 AI 的计算的话，他很容易，对，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入在这儿，什么时候比如说该在上面清消，是，他是运用自如的。就 AI 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善于智估。啊，对，是。是的，就是后世在他的眼里好像没有人类那么看得那么重。对，就是说，因为现人类棋手吧，可能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实地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后世的话太虚无缥缈了，看得远了，他有点模糊。对，就是一些我们一些模糊地带，比如对后世的判断啊。对对对对，到底它这个价值几何，我们其实是一个经验之谈，但是在 AI 眼里它又是完全是量化的。对，我想就是武功流的三连星在 AI 的眼里肯定是降点的，对，但是现在看这个武功正术老师好像他自己也不下三连星了吗？哦，好像有时候下三三啊，有时候下三三是，那是紧跟潮流啊，是，好，这个实战呢？实战它是跳，这个跳，因为吕玄豪下出来了，我是判断这个棋基本上是接近于 AI 的第一血。对，因为吕玄豪好像是很用功的，对，很用功，而且他的最近这个成绩真的可以说突飞猛进。对，我觉得应该他是就是经常在用 AI 来训练。不是比经常可能还要对比经常更那个更经常一些，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时刻在用，可能时刻在用，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听说他就专用决议啊，他很少用别的啊，是因为这个其实的话 AI 喜欢的下法还有一个就是拖，因为这两个比较的话，我想应该李勋豪这个下的是正解吧。我是根据他下出的推测，我并没有看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点。其实现在要选点的话，好像选择还挺多的哈。还挺多的，对，是。并不是说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选点。就我陶老刚才说这个拖的话，就是也是最近流行的一个定式。接上，路过。对。然后白的应该会压一个。压一个。之后我也不知道白的现在会下什么了。会继续压吗？压了就搬掉。搬起来。哎，他就搬掉。把这个交换掉。这个可能。这样的话，黑棋先。白的这个变成这块空也还成的还可以，白棋是先手，黑棋这个也是有失控，但是白棋其实也是扩张了啊，先手扩张，拖了扳大概会形成这个结果，因为黑的觉得没有实战那样跳好吧，这样子就是都有所得是吧？对对是的，实战这个跳起来的下法呢是。更注重好像更注重中府一些。对，这是李勋豪的选择，我推测也是决议的选择。是吗？因为现在才多少手？这是第十九手。这个棋，我想他应该是不是一选？两位棋手应该都摆过，对，都很用功。对，这个打路也是硬手吧？马上打进来。他是先飞了，交换了之后再震。对，他是这棋。其实这个费着便宜了，黑的总便宜。但是为什么白棋要跟着他走呢？因为白棋走这个的话，它的意义不就是走这两个的意义不太大。
哦，这样子虽然跳了一步，其实还没有完全做活。对，你跳出来自己孤苦伶仃的，黑的全安全的，因为对，因为我就在想啊，反过来说啊，嗯，这棋以往的年代的话，嗯，人工智能出现之前的话，黑棋这个飞是现在是也是可以选的一个点之一，是是是，就是现在的局面下。但是这个现在的话，白棋是万万不会打入这个的。嗯，我想正常的话，白棋应该从上面来，或者从上面来，哦、还是他也不会走这儿是吧？对，不会走这个。对，后来等于是这样，你看黑棋是活的，嗯，白棋走了两个，其实也是挺无聊的。对，啊，自己还没活，所以他还是想揪着你。这个棋想法也是挺奇特的，嗯，就是说，应该说思路上还是一种跳跃吧，就是说，白棋打入这个，就是黑棋要飞，嗯，白棋呢还要跟着应，嗯、这个就是它隐含了点什么呢？就是下一步黑棋是要走这个的，嗯，然后它的计算就是或者是判断很关键的就是它的下一步。走这个的话，他是要把这个子弃掉的，他是走在这儿，对，这个也是就是白棋所预定的，也是黑棋所预判的，两个人其实达成默契了。因为这棋是这样，如果你这个不交换，我单正，假如你要动这个子，其实黑的飞跟白的三三交换一下，不一定便宜，说不定还亏一点。是的。把这个直接点三三是卖掉、啊、因为本来的话，如果要处理这个子，白的有可能往这走、嗯，有可能往这走，都有可能性 的。因为首先从这里谋求眼位，然后一会儿又要从上面去谋求眼位。嗯、那么你这个有子的情况下，白的这样的棋更容易下出来。对。或者这样的棋更容易下出来。这样子就没什么顾虑了。哎，对，假如没有的话，你看，我就直接挡下。下一手棋，那个他特别黑的特别轻松了，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三三了。对，对，就是说，其实是黑的走这个，他也都知道白的要干什么，双方都门清，就是白的也会这么，寻求转换的。转换完了之后，黑的把这个纸吃下来之后，如果还是这两个交换，黑的实际上是便宜了。哦，就是这种。如果说还是对这么进行的话，就像实战这样啊、嗯，就是实战啊。对，这两个交换，现在黑的飞，白的肯定脱先。嗯，走不到了。对，走不到了。黑棋再来飞，白棋可能是要脱先。脱先了，不会走。那么反过来说，有可能这个跳有可能还被白棋走到。啊，对，白的比如说走一下，嗯，你挡住白的地就便宜啊。哦，那说明他们是其实把这里的变化已经对早就已经做好就准备了。哎、就这步棋。双方都达成了目前在这个地方、哦、你不要小看这个飞一个，其实里边的信息量还是挺大的。是的是的。啊、嗯。有研究。有。肯定是有研究。肯定有研究、嗯。就是作为黑棋来说，他也洞察到白棋想干嘛。就白棋这个打路想干什么。其实是虚晃一枪。哎对，是虚晃一枪。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意思、啊。算路上还是 有点意思。有深度的。不过双方都是。很明了。这里先飞，先飞，然后再正。接下来白棋点。白棋点，这个是一个转换。嗯，这个也是小尖。对，也搬过跟搬过两个搬过。嗯，这个是如果直接搬不好是吧？直接搬的话，如果他能搬到，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对他可能会怕他拐，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要怕他拐。是，可能是怕拐。嗯，如果拐的话，他难受了。对，拐的话，如果长，他再搬。长不能，你虎的话，他打一下，他主要能你不太舒服。这里先被打掉。对，是的。这个棋形，这个有点，他是不是可能有点问题？这个不太活，实际上。嗯。所以这个板的搬的时候是怕上面拐。对。所以他没有搬。对。嗯，如果搬的时候，他你要是挡住他便宜了。所以这地方是叫单接，因为你现在拐的话，他这里可以先搬你一下，先虎虎，对，他可以先搬，是，不让你打到他，对，嗯，这里呢，双方也是，对，好像都是下出了一选，是吧？一选可能应该是吧，我想，嗯，白的搬过，嗯。
这样告一段落啊。黑棋尖冲。黑棋现在尖冲。嗯。其实这颗子这虽然被封在里边了啊，嗯、基本上是对被吃掉了。对，基本上可能外面有一些借用。对，一点点借用。一点点借用。一点借。好。这些白的是不可能简单的走回去啊，觉得被黑棋先手便宜。对，这好像是不太愿意的。他要反击一下。对，这明显是被利了 啊。但是这个棋白棋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他自身棋形不是太完整。嗯，白棋这个你看黑的一冲。这是必然的，棋形上就是在这里。对，这里你他没办法，他只有顶上，只能顶住。然后这地方被黑棋拐下去了。哎，啊，当然黑，其实白的期待的这个，当然，这个肯定是白棋好了。对，这个、要是啊，这个是白棋好、嗯。对，这因为这两个先交换之后，白棋中央气紧也变重。是，黑棋气紧。对。这个交换白棋便宜，比刚才黑棋白棋这样直接飞过去，这个差别很大。哦、对，也比他直接爬回去好多了。是，你直接爬回去的话，首先黑棋可以在这里脱先、嗯，如果要下的话，他可以顶，对吧？顶了，如果你挡上，我就搬。嗯，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你要穿出来的话，现在可能也有棋友问我穿出来现在不一样吗？嗯，现在我不冲在你了，我可以在外边来。对。黑棋有选择了，这时候就是你这边你应该退一个吧，嗯、然后我也这一带应该不会再下。是，黑棋把这里看作一个先手交换。对，所以这地方出来之后呢，双方也确实也在这里也是针锋相对。嗯，就冲完以后，黑棋是不是断这个，而是拐下去了。嗯，嗯然后让白棋然后让白棋接上回去、嗯。其实白棋没走到实质性的目，这地方黑棋跳。嗯，但是呢，白棋虽然没目，毕竟是把黑棋走的变薄了一些、啊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是或者说它薄是一方面，并且它的空也小了一些。嗯嗯，这样的相当于互破是吧？对，黑棋啊，对，白棋在这个靠一个，所以也是问一下应手。对，这个地方一直是有这手棋的。对。什么时候都可以靠一下，问问你怎么走哪儿是吧？就黑棋选择黑棋，一个就什么时候靠都不好选，就是哎，让黑棋什么时候都会觉得挺难受的。对，如果直接挡住，当然也是一步棋了。嗯，不，白棋有可能就从这地方过来、嗯。对，跟刚才不太一样了。和这边就是没有这两个子的时候不太一样，这个黑棋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没有这两个子的时候，黑的也白的也有这个靠，靠是一直有的。对，是有靠之后，就说靠完之后的情况不一样。现在被黑白棋一夹，我觉得黑棋好像有点薄啊。因为靠的话，对是不知道走哪。其实现在的话，我甚至觉得是不是白的就单加算？直接加哈。既然就是说已经白的已经这么下了。上边已经损了实控了，那黑棋拐下去了，那就反过来吧。只能这怎么走、嗯？只能虎过来了吗？对，不知道怎么走。这地方主要黑棋不敢动墙，不敢动墙。嗯、对，好像也只有虎过来，也只能虎。嗯，对。这个地方小范下的紧凑，他是期待的。走这个他在加应该是这样、哎、这两交换寻求一个调子对有的是会便宜的因为你晚下的话可能下不着、嗯、这个加还会反嗯就先走完总好的呗对先走完有一点好处就很显然的一点好处就是这个就几乎绝对的先手、嗯、你不走的话我挡住你受不了我有断了对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两个我们来看一下情形上就不一样了你走这个我不理你你现在再走这个的话下一步的黑棋傻瓜也会下的肯定是这个必须要冲出来了啊，对嗯，肯定是的所以你这时候你要搬它可以顶上再也走不成这种效果了就是直接就把你蒙上的效果对所以这个
下一下呢是有好处的，走到有好处的，就是你无论你走在哪里，黑的都觉得会有点不舒服，除非你现在真的说你敢下的热，应该说我觉得也是不太敢的。对，这地方白的黑白直接现在就可以出动。对，因为你如果交换一个的话，这边就没有后续手段。嗯，这所以这个靠，这个靠呢，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现在现阶段的最后的时机，所谓要靠的话。嗯。不过这时机好不好就很难说，有是不是应该更早一点靠？对。啊、现在呢，黑棋不管是挡还是顶，那么黑白棋其实都没什么负担了。嗯。但实战黑棋是这样的长出来。长出来其实一种反击的态度。对，这个是有这个心情。嗯，他不肯被便宜，但是长出来的话呢，白棋也很好像也对，也是针锋相对啊，下了是吧？把这个子拉出来。嗯，其实我是一直想下这个加，现在就加嘛。哎、对，我一直想加，不是现在在加，会不会他比如说可能有点难度？我在吃呗，反正我就他啊，你再补一个我就算了吧。就是让你等于先补一个，花一手气。哎，嗯，就是这个一个一直是一个大的地方，我是怕，就是担心，就是白的这么出来以后啊，嗯，这一代趁机让黑棋下后了，嗯，这一代黑的下后之后，黑棋这个拐就显得价值特别大，是的，因为它就是破了你的时空了嘛，嗯，拐下去。现在就进入一个中盘的战斗，白棋还是退回来了，对啊，这个就比较混乱了。然后从棋形上来看呢，应该是白棋稍稍苦一点，嗯，因为这一代黑棋的子力比较多了，嗯，那现在白棋是黑棋马上把这个爬，这爬也很大。啊，有目，对，有目，有眼，有眼，对，这个双方根据地。嗯。接着压。对。黑棋是靠在这儿。这靠，一方面是要谋求联络，一个就是，哎，威胁。这个地方是，就是自己如果中间补后的话，补后他这个一定他也眼位不够吧，嗯，应该是，嗯，眼位不够，眼位不够，眼位下面是不够，他现在靠也有点意外，反正挺特别的一种棋感，靠在这里翻了以后就粘住，啊，嗯，对，这个反正。像我是不会有这个感觉的，靠一个接着是吧？嗯，这个比较奇特。对，现在白着搬，然后棋虎连过来，就白棋也要时刻小心自己上面的这个眼位啊。是的，还得找时间要补回去。现在是他补回去之前呢，先在中间，嗯，看看能不能找一些便宜，交换两手，这个打掉。啊，然后现在再来补活，现在再来补活，啊，嗯，稍微留下一点余味是吧？行，还可以。然后黑棋把这个再争回去，哎，搬过了，啊，黑棋还要白的还要下吗？对，为什么白棋在这里又花了一手棋哈？是有什么味道吗？上面？嗯，现在实战他是靠断，他是觉得跟木可能有关系。嗯，不管你看，他现在还一路还叫吃呢。对，他现在打吃的黑棋是不会再去硬了。那就反过来推理的话，你什么都不下，嗯，黑棋就要下到这儿吗？怕活是活的，活能活，但是是这个白棋是就粘吧。还利啊，粘利还差不离吧。然后这边呢也被搜刮一下。对，这不是搬砖先生。搬砖先生，单利也可以。单利，单利可能更好。单利，嗯，这肯定是先生。啊，白棋不管怎么补活。啊，对，嗯，要
不在这吧？不这个。对。他可能觉得这个被白黑棋先手搜刮。对他如果能打造一下，总便宜的吧？就打在这的时候，黑棋这个是后手。嗯。白棋，这手棋的话，实际上等于在这一代也有半手棋的价值，它等于走了半手棋，有点这个逆收的，是逆收官子。那现在黑的肯定不会下了，对，看下黑棋尖，这个是先手，这地方老有个断，好像我老觉得讨厌，我就看这棋形，脑子里就是说。就是老闪现，我断一下这怎么办？对，这断一下就麻对手一下。断一个，你可能走这个的可能性大，还是糊起来？是不是糊起来好？糊起来好。他拐着也是先手。好，这就还是在补要吃吧？啊，还是要补吃回去。对，或者我挑走。反正这个有一个先手，就等于是白棋要从里边跟黑的外边要交换一手棋了。这个飞压飞在这里。这个全硬，有一点点可能性先在上边先走，但不也不知道走什么，确实不太确定。反正这手棋肯定是比较实惠的。对，大场。然后飞过来，这个也是个。飞过来。他难道担心白棋从这过来吗？这他最狠的是这个吧。不过白棋如果走过来也是挺大的啊。对。这个就是说留有两个冲断的。对。这个方向就现在是这样子，白棋这一串呢其实还是不活的，是吧？这一块对黑棋飞过来，其实对它是有压力的。 是有压力。对，黑棋这边呢，因为有个后门，还有个后门，有个后门，然后自身呢还是有，肯定比这块厚。对，肯定比这边厚。 从手筋类的下法的话，这地方黑棋哦，可以先加一个，先加，就你如果下去我就下去，这个硬推我直接就可以下得跳过来了。你如果不肯让他先手，你连回去，那就不太好，那眼位有多一些，好下，眼位会多一些。对，是他先下在这。对对对，进攻白棋出头。出头，这个是上面这其实三个白子也是比较孤单的，没活，没活，对，没眼位。白棋相当于这边这块和这块都比较薄。黑棋呢，也就是主要是这边这一块。对。但实地上是不是白棋也捞了不少？对。这个角上面打到。是是是。这总的来说还是黑棋的话，只有寄希望于在右边成空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军事。是。我现在白棋先刺你一下，瞄着这个断。跨断了，直接就跨断。对，瞄着跨断，但是黑棋现在也挺有意思的，他就是这么冷静的联络了。很老实。对，这么冷静啊。李玄豪九段，不，因为这被靠断确实也不好办。被靠断，不好办。如果从棋形来说的话，局部要连也是，就是定在这儿，就这个是，这个没办法，这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白棋的权利了。交换之后，那多尖，现在多一个尖的话，对他眼位也是有帮助啊，好一些。打入了，也很难说，因为这地方这个棋形黑的也放心了，就是怎么说呢，就黑的这有一个对白棋上面是压力会大好多。因为本来的话像这种棋形，这类的棋形白棋可以在这里撞，或者是这里撞，
或者至少这个头是一个软头。对，是个软头啊，因为你这个是不方便搬的嘛，我这个是线索、嗯、要冲断要断。所以你走这个的话我一下贴过来了、嗯、我现在这变成一个硬头了。难怪，所以黑棋也是愿意这么冷静。另外这个棋形嘛，这个尖在这的话、嗯、等于也宣告了以后白棋比如说要把这个子救回来、嗯、他不太方便走这个了。哦，这个被我一脚吃，对吧，这个地方就产生断点了。其实从棋形上来说、嗯、如果能这个是先手再挖掉，这个白棋就完美了。嗯，但是这不可能。现在这儿的话实际上就没有了，这个后路自己就是让他只有接住以后不会来吃这两个子了。对，那吃两个子本来就一个眼啊，吃住不是木的问题，是木当然也是个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眼位啊，所以这个尖不一定好。嗯，这么推理的话难怪黑棋愿意自己。其实的话像类似这样的棋是有熟手的嫌疑的，就是质量交换。嗯，因为你总走得着的。但第一感觉的还是挺舒服的啊。对，你就这个地方是舒服。你如果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嗯、看着就是着眼底点总是在自己舒服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我这边舒服了，那个地方我就没看见。那就尽管下这样的棋。乐观派。那是没问题的。是。好，他现在打入，就打入了、这个打入这个。那我觉得黑棋对黑棋也是，白棋也是，还是蛮顺掉的。对啊，就黑棋的时控不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但是白棋总的来说好像还是薄一些。啊，那总不能下成控又多以后，这个就不能下。嗯，是薄一些，白的稍薄。白棋是要薄一点、嗯，毕竟这一块和上面，对这两块。黑棋肯定是要动手的，对，这个也是小范的风格，这是小剑，嗯，这个瞄着你的形状、啊、瞄着，对，啊，瞄着你看你要不要补，嗯，黑棋看看黑棋要不要补，对，黑棋如果说就这么补住的话，它便宜了，它大概总便宜，就和这个一样，大概总便宜的。接着可能白棋的下一步大概在这里、哦、是吧，把形状都做出来了，有这两步棋之后马上觉得这块棋已经安全了，好多了、嗯、对，安全了。因为不是，首先就这个断点你看着就不大能成立了，我可以打一下冲出来，这个已经虎口虎交换好了，是对，这手棋还是挺不错的，嗯、很有韵味的一招，黑棋反击。这个李玄豪九段直接反击。这棋，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这地方。这个反击的话，中间虽然断了，但是脚上其实黑棋是很薄。对，首先是白棋这个下法不太成立。哦。就是。假如你还走的话，他又长，你还要搞不住他。这个好像三个子拿不住，跳肯定不行。如果再贴，他又往下走。对，这个好像拿不住。对，白棋气太紧了。是，这地方有断点，嗯、所以这个打是不能成立。嗯，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看作是白棋的先手权利了、嗯，这个你都走掉，是这个棋，这个棋你还是拿不住他的。哦，你要想拿住的话，你自身可能要出大问题，拿不住。嗯，对，拿不住了。拿不住呢，这期呢，小范当然是这一代是有备而来的，并不会说，就白棋下了这个小尖，你断在我这里了，你这是对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嗯、这个肯定是谈不上的。这个白棋是有备而来的。那么小范呢是准备的呢是这招棋，点三三。但是，那他点上去是我的第一感觉，觉得这手棋风险特别大。为什么呢？不是，就是说，就是他实战练的。我脑筋里就是第一个想到就这个图，这图好像也是他实战下的图。对，实战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白棋不便宜，这样子，我很想下的是，比如说能单靠这里，先靠的话，黑棋现在不好回头，不好去护脚了，是吧？不好是护脚，我不知道他怎么下呀。嗯，就是你如果冲出来，嗯，我就再加这个，这个行不行？如果冲就打吃了，跳进去了，是吗？对对对。嗯，这个脚上是，这好像黑棋不太行啊。嗯，那么不敢冲，那你不敢冲，不敢冲吗？我都不知道它是个啥东西。不，其实这个图是会有些别的变化吗？就不冲这个，还有别的变化吗？黑棋。或者黑棋走这个单立，这个可能有可能是不齐，是因为直接冲。我们看直接冲，直接冲不太有利，是不是减龄的不太好？他挡也行，其实这个我觉得他都够。直接跳，跳了能扳倒一下，这个还有挡。当然，这个如果能成立是最厉害的。挡完了直接跳脚，跳这个对杀是不是？就黑棋不知道这边能不能长棋，没什么特别棋，我这打压都是先说。嗯，这个黑的太凶险了，如果正面作战是太凶险，是。但是黑的是可以这个时候退一个。嗯，如果说还是断的话，他就拐了是吗？啊，对。断他拐。我如果挡呢？还是挡下去是吧？还是挡。这个是什么东西？算了是吧？对呀、啊，做活。你如果走下去，他就做活呗。嗯，这个可能也是个图、嗯。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变化图，我就是如果这个白的还不满意的话，嗯、我是想往这靠。靠这个。就是你走这个时候，嗯、我再加下来。嗯。这个时候。走这个是，走这个我走这个，这断下也行，嗯，应该走这个我就接，我这可以打这。这样的话和实战比，这个位置差好多、啊。这两手不损，因为对这两手亏好多，我觉得，就是换句话说，嗯，对于这棋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白的如果下在这、嗯，黑的这手棋肯定是很软弱的，偏软弱的棋。对，但是呢，万不得已，我也只能这么下。应当某种场合啊，现在你单靠黑的，万万不可能下这里的。我只是说到万不得已，这也是一步棋，并没有说是这下的就不是围起来了，还没到这个地步。嗯。但是呢，你这两手棋太亏了。对。我就对这两手棋我交换，觉得心疼。是。所以说，也因此呢，我这个地方我不想先下这个，下这个之后。无论你再怎么样下，你靠我下来，你这个棋就是亏了。嗯，所以我也觉得可能黑的白棋，假如这个觉得不满意的话，可以这两个选一个吧。你想哪边靠就哪边靠。有可能，主要是点三三和二路利这个，损在前。心疼。对，心疼。前面这个疼的厉害，这个跟这个交换，这两手棋。十目以上的亏损，从目数上本身、嗯，所以现在他现在才靠这个，在靠的时候黑棋就可以对黑的当然这个是不能成立吧，他现在更不成立了，是现在这被一加那就破了，所以他现在就走这个。这样子白棋的收获呢、嗯、就是把这边穿下来了是吧，这边打穿下来，对对对对，这边打穿下来当然跟这个子呢是有了一些联系，有了些联系，对你还不能说是完全联络只是有了一点联系，你这话说得非常好，这个用词非常好，因为这个在有些场合的话黑的还可以下来呢，嗯，把你分断，是，但是它代价，白棋代价就是上面这个角上，
有这个损，算是算是一个转换吧，但是还是有点小问题。就是白棋很想有没有更好的下法啊？对，就不这个棋啊，后来这个的棋形好像白的不太好，我不是太好，我可能还是应该先打掉。啊，这打应该是先手。我贴，我也可以先贴，这有眼位。哦，再贴，再贴，对，黑棋怎么走呢？黑的要拐 吧，你也不能给我打出来，嗯，我再走回来。对，作为黑白棋来说呢，他为什么不下这个呢？他还是有点疑惑的地方，就这个接是黑棋的，就是对两方面来说都有先手意味，对吧？因为打到之后，现在他接就没什么负担了，是吧？黑棋一接，白棋很难受。其实也还好，就是其实是也还好。你真的现在不会下了，你要下的话，我就搬一个。嗯。就你吃，再打就不要我就接这个字了。哎，这个字肯定不要了，嗯，并且我有一个搬，我就是这个结构是联络的。嗯。对于这样的棋形呢，希望棋友们能够熟练的掌握，就是这个结构。这个子跟白棋的这个本对是通连的，已经连好了。哎，对，就是当然你绝对的说也还没有啊，就是说你可以走这个这一段，对吧？但你就是说封到我，你要遭受某种损失，就你要搬下来也是个棋，就是当然你要走的话，白棋很安心，走这个就把你吃掉就行。这边有两段。就是说你不能说是这么轻易的，有了这个子之后你就随便一飞就把我分断了，嗯，这个白的是要联络的，那没有这两个子呢，黑棋这分断你太容易了，嗯，所以这个交换一个呢是可以的，交换着了白的是挺好的，不过做这棋应该也不太怕他接吧，就是不过作为对局者来说他会有某种程度的害怕，嗯，就这个地方解决的棋形不美，是可能也因为这个呢，小范这实战这个地方就没打，嗯，而且是不是还是想把这个子？对，也有一点，永远把这个子留点活力。但是我连走两个的时候，这个子并没有死。啊，他吃到这儿，我还有跑，还有对，对啊，还可以跑。你刚才在我有两个拐过来时，我这个要跑不是还可以跑吗？对，是的，你还没死。因为咱们看实战啊，对中府的这个作战啊，其实挺复杂的啊，中府战斗。你看以后这个实战是被白棋缠在这地方眼位，黑棋白棋呢有问题。这种打吃他可能当时觉得有点舍不得，但是你舍不得黑棋其实是很愉快的长的。对，黑的长，白的是团一个，对，这两个交换，嗯，从目数到眼位，黑的都是便宜的。好，现在黑棋脱先了，走这边。啊，对这一块，刚才我们一直说这块棋白棋，其实还是有点孤单的啊，有点对不活对。这块棋不活，这个黑的在进攻。对，黑棋现在开始进攻发力了。嗯，这个活，嗯，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现在虎的，嗯，啊。现在虎掉以后，刚才我们说本来白棋是不好意思挖，现在是可以挖了。对，但是他这个棋，一个反过来说啊，如果要虎的话，我觉得黑的为什么不走这个呢？先虎，先尖。不，就也是没变化的嘛。再虎一样。这个当然可能这个先尖这个是太熟了，但是你走这个的话，其实类似这样的棋啊，就是作为职业棋手来说，就是其实你如果原来想尖的话，我还是推荐走这个。作为职业棋手走这个呢，其实你自己给自己搞事情，指的是什么呢？就你走这个时候，我走这个会不会啊？不是绝对没可能性啊。是，就是说我也可能你不这个也许不一定好啊，但是它是好是坏，你总得花时间去想吧。嗯。去思考这个问题吧，现在又不是说用时是无限多的，你每方这个比赛是每方两小时，你要下这个时候你还要脑子里过一遍，我走这个我吃亏还是便宜，
那么早知道对手下这个的时候你要下这个的话，那就可以选择更简明的，那就简单了嘛，就是不用下，不用去想了。除非他就是认为黑棋认为你长肯定不便宜，所以给你一个错误选项。当然往往有的时候你自己也掉在沟里有可能。因为这个你怕，你除非你特别特别自信的人，或者说反应特别快，你走这个我确定我的胜率提高五个点十个点，你要推这个。嗯、对。对吧，否则一般情况下其实就选择简明的想法、不要你这个走这个时候你现在多一个想法嘛，让白棋多一个选择。好，还是回到这又还原了、和先尖再搬一样一样的、再走这个、走过之后现在这个棋形呢，就是我不是说白的这手不好，但是这样的一种棋形是有跳的。它跳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走这个时候，我可以放放心心的，就是这样把这个断点补了。这个时候，这比放在这儿棋形要好。要不你现在这个地方你是几乎就不能硬。但是现在他怕挖吗？好像也不是太怕，他是走在哪儿？应该可以接吧。接这个，断打长出来。现在应该还不怕，你以后断打的时候，我也可能靠回去。是。我现在就。现在就走啊！现在这时候你我捋到这儿，我把这个先手跳掉，你没走到什么目。现在倒不怕。对，如果打吃的话，就白棋一直冲出来就可以了。对对，现在走出来了。不会，这跳也是可以下，它实在是长了。那么黑棋马上来这个点方。点方，白棋得到这个拐。这个挺好的，这个白棋有可能通过这拐，就是中央的攻守有可能逆转。这拐很大哈，这个点很大很大。黑棋上面压。这个压的话，白棋脱先，这个下的挺好的。对，靠，现在好像有点。我们是很喜欢看这样的棋的。现在好像白棋有点这个。对，反攻。对。反攻了。因为白黑棋其实它自身的联络也是不是那么完整的。对对对。他黑的不敢正面的迎战，他就跳了。当然了，黑棋这手压当然很大。压很大。下面白棋始终是欠了一手棋。对，这手棋欠的很严重的欠了一手棋。上面如果说白黑棋就算要你连回来，他能够把下面走到，那么黑棋也是有所得的。对。现在白棋怎么不在这边走了，在上面虎了一手，这一手虎没搞明白，这手虎，对呀、这手虎是什么意思、好像下面是，要不然长这个也很大，还是中间怎么处理？这手棋很显然啊，那个白方觉得是先手。哦，他觉得是先手交换是吧？走完他可能想某种程度就想是收兵了，或者挖了接了、定型了。但是他这个虎黑棋，如果黑棋就要在局部走的话，应该是走哪里啊？走也不太好走。其实他确实也不是太好走，没有棋下。他有可能走这个，因为白的也不一定敢长嘛。对，我现在中央这么大，你就是跑这种子的话。这个都不能冲的，一冲就有问题，就要死掉了。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冲了一冲吃，这个就完了，这被一口气就滚打爆收掉了。就不敢提、就是一路增吃，然后你再提的话，我后面再一叫吃，你就我完了。这其实不能冲，这只能走这个，我这个是接上。这样黑棋就弃子是吧？把上面几个子弃掉，有点可怕，这个就不知道会下成什么样。这个风险也不小啊。是是，这一整这一条大龙，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眼位呢，只有一只后手眼。对对对，有点小问题，有点这个不太。这个还有断点的，现在断点蛮现实的。你再冲了就退就行了。对。
这个危险，这个很危险。危险是危险啦。不过呢，我是觉得白棋走这个还是没有必要的，有点脱离主战场。走这个是他怕。白棋应该，我觉得应该从这里走。还是处理中央是吧？对他怕嘛，就是哇，真的打了，就是，对我再接上，这个白棋黑棋也得补啊，就补吧，补一个，补这个，补这个吧。我这个我是不是放开了？下面不管他了，因为白黑棋自己也有点小问题，也许还得要补的，中间不走不行，不走的话将来被白棋缠过来，这个黑棋死活这如果被吃掉了，这个目数肯定是不够的。是他这地方走这个是下得太狠了，白棋还要让黑棋现在这里先出牌，黑棋。而且曹老，我觉得他人家白黑棋。刚才说就算走这个也可以，也不一定就便宜，也可以走，有点奇怪，上面突然，对，突然走这个，哎，突然走上面有点奇怪，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小方要这么想，这个，他还是冲了，冲过来，其实可以虎过来，我特别想虎很大啊，虎好的很大，虎好大吧，因为下一手这个再冲，下面这个时控太可观了，这地方黑的白的连不上嘛，也我还可以冲过来嘛。啊，一手棋连不住是吧？连不上。没有看懂。我这个棋，这个好像特别大的一手棋。是的，李轩豪是下的这。啊，冲这个了。这还算比较客气。对，白棋赶快挖针。接上这个断点应该要补吧？补了。补了。补一个。补了，然后他现在把这个长出来，长这个。这种。这里有一个断，这边也没连上。就刚才说曹老师不是还是很乱飞下来，还是走哪个？飞下来，当然飞下来也不行，他这已经多有个子了。现在已经有了，对，已经有子了。是白棋可能有点已经不好办了，就在这里突然，刚才正紧要关头的时候，白棋好像也不能说停一招，感觉是有点脱离主战场，对吧？这个攻击的方向有点偏，对。他现在是吃，他现在是长了，对，长的话，作为白棋呢，现在是大概他是这么一个，一个想法吧，就是我就处理这个，把这块棋处理好，白棋全局的空还是多的，是，这个角毫无疑问，这两个角还是没有问题，对，这个长到了，主要黑棋没有空啊，没大空，黑棋就这个。还提轻不办，确实是很有负担。还有占有一点点啊。对。他现在吃的话，应该是先手这一个断。小范下的很强哦。他是我这打吃，对，打吃。打吃着了。然后他从里边冲，这是。现在对白棋来说就是治孤。如果能够，没有遭受太大损失做活的话，那就这个实地啊，还是领先的。对，他当然黑的是要退了，挡住这个断点没了，白的随便下了。所以他肯定是退。他当初吃在这儿也是因为瞄着这个断点，就可以退。他现在还可以继续退。再继续退。是。那么黑这样他就补回去了。要补回去，不补的话，这一断就被吃掉了。好，一起把这个飞过来。接下来这个，显然是要强攻的。战斗就白热化了。白热化，完全白热化。这个现在黑棋、白棋中府的这个大龙生死问题，对，可能是这盘棋的一个胜负焦点。是是是，这里是白的是有一个后手眼，并且这一手棋价值挺大的。就是折这个之后，就是把黑棋给断开了，黑的一吃黑的是通连的，然后这地方呢是黑棋是有断点的。挤一个，对，他实际上就是先挤了一下啊，一挤这个，因为有断打，一挤的话，黑的是不能硬了，
这个不能硬在这里的，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一短打这三个就要死了。他只能那黑的只能提掉或者接或者粘，提的话就是这个提的话是这里有个点，那你粘的话呢是这里有个点，也是很难说。不过可能还是让他这里点好一些，这里点他离回家的路远嘛，就是。这像这种图形啊，哪个点好，你就把它放上去，再想一想就知道了。其实就是选择对这两个点，就是你让白棋放在哪里好，你想让白棋放在哪里好，你自己也可以找出答案了。就是黑棋的现在的这手棋是接还是提？是这样选择，它就粘住了。这个也是对的，对，因为这个点，现在不要说还有反击可能性，就算能走着的话。还没有回家，这个棋已经一半回到家了。是，但是这个光几招一下的话还不解决问题啊。但是因为你现在对，这里你要把它弄断的话，它一吃是个先手分段。先手分段，它一叫吃，你这边眼又没有了，就是说也不能随便这个交换掉，对，是吧？你有可能是需要走这个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吃回来有点先手味道。对，那然后就可以有这个。有个先手一只眼的味道。是啊。那对白棋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你这个如果这一只眼的话、中府看能不能。那是做活大概问题不大。因为我随便往外走的话，这边如果有先手眼，那做活问题不大。不过你走先手眼的时候也有一个。不行，他走先手眼人家对堵在这里了。他有个斑特别讨厌。他不是说老老实实的这么连回来。他有个斑。他这一斑这个难受。白棋难受。你如果再走的话，是不是他就不理了，已经通连了。已经连上了。已经连上了。就相当于你吃了的话，黑棋是补在这儿的。但下一手棋这个下去失控很大。他就立下去就可以了。对。我怎么看到这地方还是有一步棋的、有没有个解啊？好妙啊。有吗？好妙也谈不上。没什么特别的用。是妙手吗？不太像。走哪个啊？走哪个？哎，黑棋怎么连呢？黑的其实也没什么，就蹦蹦的。那我再断。就这两个给你吃了，就吃。就是其实也没什么了，是不是也还好啊？就这样也还好吧。你在街上也是个后手眼，毕竟在前提你。我已经在外边又有手棋了。你说这个棋你还没有，让白的黑的再放一个，你就会有问题，可能也行。他活也活。对，也活。何总活。好像是有个棋吧。好棋。从局部来说，这个是有一个棋。对，肯定是，肯定比这种冲一冲打一打要好。对。对。这个棋是。这个没挖，他是解了一下。这个是几招了。那么现在白的是肯定是要处理这块棋。对，就白棋怎么处理哈。现在时控来说白棋倒是不差。不差。对。就是他毕竟是抢了这个。对。白棋也有一点感觉是这个范廷钰九段也是想要把这个胜负啊压在中府的这个支孤上面，是吧？对对对。先捞后喜，这样一个策略。好的，那我们也可以稍作休息哈，曹老。好，稍作休息，让大家也稍微看一看中府的这个死活问题。好，我们也看一下。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见。也许你无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那么现在这个焦点是集中在中央，白棋怎么做活啊？那看起来其实因为白棋这个。有个半先手的眼。半先手一只眼。所以呢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危险啊这块棋。活大概能活，但是也活得比较好，因为白棋的实地并不足以就是说你只要随便。老道性的优势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寸。白棋现在是。小范是按部就班的小跳了一个。跳了。就这样。这个就显得特别的现实化，
人气现在是黑棋飞，要征服这个攻防其实也是很有难度的，有难度，很难。哎，头绪特别多。对，黑棋走在这儿，一方面呢是对他有压力，同时是不是也是想照顾一下这个下方？不是，因为是这样，他这个是先手，你看作这个是先手，对，你可以更进一步把这个也看作是先手，这样，叫吃，接上，你再把这个吃掉，要把这个吃回去，然后现在黑棋应该下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且白的还可以暂时保留啊，这个随时随地白的可以这么下。白其实黑棋这块也是要出头的，是吧？大概也是这个点。其实当然也不一定了，因为黑的也可以往这靠嘛。啊，靠这个。但是呢，他现在还有一点疑惑的，就是他没交换掉，就白棋没有走了。跟你他也想保留一下。他可以保留，这里有眼。对。所以你这里如果付出太多代价，他白的这里做个先手眼，这里再做一个后手眼的话，他活了，你可能得不偿失。对。所以是这个挺难的，下在哪里？棋形上我能先补掉话，他还没这个还没走，没尖掉。搬的话，白的，反正比如就算尖掉啊，就算尖掉，但不一定尖。他这尖掉不就走这个不是联络了吗？怎么样？就是他可以吃。一虎，对，是吧？这样子有点转换啊。对，好像黑的空也是可以的。如果这块空那么大的话，不，接下来还有棋呢，这一靠。对，就白棋黑棋补的也不厚。哎，你说这个搬有道理，这个搬一个好，搬一个好，先把它联络了，联络了我就可以放开手脚了。假如你搬一个。能搬到的话，那我就随便下。搬到是不是已经连上了？连上了。哎，刚才我们不说有这个几吗？这个就也是连了嘛，反正是。连上是连上了，几是几你反正。几反正就是一只眼，后手一只眼。把这两个字给他。对，给他也是先手眼，他可能也是。接上他最后这个一个滚包。哦。但是如果能够交换到也不亏是吧？肯定好的，不亏，好是肯定好的。你这个其实真有吗？我说还再验算一下，有点怀疑。我好像是有，没看到有什么别的变化。打吃肯定不行，打吃一张不行，打吃这个打这也不能接这个，接这我打在这就冲点。对，所以打完也是冲过来或者单长，好像是就把它吃掉，大概肯定就这样。但是搬了这个，我就是已经联络了，联络的话我就可以放开下了，不一定要飞这，飞这个它棋形上有一点小问题。对，这棋可以用强一些吗？哇，这个，因为我们是这样。看着这个先手，当然他白的不一定下啊，你要搬。我长。那我现在就瞄你这个哇。对。这个黑棋一个铜墙铁壁啊。应该不能下成这样，像这样好像有点危险。要坏。这个眼位刚才说这个地方眼位是没有了白棋。不是啊，我现在如果你这个走掉的话，我不是我完全活动开了。我或者我走这个当然也可以。靠一个像是这种棋形啊。是，因为有袜子。好奇，但是前提这个靠的话，要这个扳着一下，扳不容易扳得着，对，不一定扳得着，不一定能扳着了。扳可能白的是出现，出现的话，出现其实黑的应该也不太怕。所以黑棋现在呢，就是怎么进攻？对，怎么进攻是黑棋现在一个难题。他选择的是这个相对还是稳，温柔了一点，是不是？不是，他有点问题，我觉得会。其实你说温柔嘛，他是有温柔的地方，但是他也有自己自身，比如这样啊，自身有点风险的地方，他这个挖断，他挺复杂的，吃回来，我是没看清这个谁啊，这有个跨，对，马上断了，怎么办呢？是有，其实白棋反过来说，白棋别跳，先把这个交换了再跳，是不是更好啊？他亏啊，不是不一定好，
你菊花那个也没了。哦，他白棋其实是有点没眼没眼了，白的还要希望能这个是个线手也让你补掉。白棋是舍不得，对，舍不得。嗯，所以其实白棋是有点两难的这里。啊，对，白棋是两难，他又是舍不得交换这个一个眼位。那反过来黑棋，其实黑棋应该把这个黑的不应该，黑的要搬一下，就搬搬的搬呢，就是不是先手的问题。搬走，我想吕轩豪肯定能判断他先手肯定便宜的，但是他就搬不着，怎么样？哦，他要想的是这个问题，纠结在这儿。对，搬了一个是不是先手的问题？当然，可能搬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因为打了这虎下去，这目很大。这个是我感觉这棋很复杂。嗯，你。这样吃的话可能黑的要快要不行了，我觉得如果这样下的话。这个劫是吧，对，劫黑棋前面能够先打到一下是吧，打到一下能打到一下，打到一下能打，开这个劫啊，这个劫你劫才一个也没有，劫太大了，这个一个也没有，黑棋白棋还有劫呢，白棋有，嗯，白棋至少是有一个，至少一个劫，第二个说不定也是，嗯，但是你现在一个都找不到问题，你到这被我提掉受不了了。没有劫，这个黑棋没有劫。不过黑棋啊，有一个复杂一点，别往下这个，往下走，这个有点难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就现在。现在又冲下去。啊，现在这个一场好战呢，白的也不能硬啊。嗯。硬的话，我搬下去了。你肯定不能断，断的话我最蹦的就这么一拐冲你就不行了。乱。这个剑合嘛。乱。这个天下。乱，所以绝对乱。但是白的好像这个是个机会，可以这么下一下。嗯，很乱，这个很乱。就这里刚才我们非常看不清。郝老跟我们分析这个头绪啊，可能也是对棋手来说也是纠结的地方是吧，要不要交换呀，黑棋要不要搬啊，对对对。就是他们。棋手他们要想的问题比我们要多得多了。多得多是吧，对。还有一些更全面一些。对。有些心理因素在里边。我想下到这个时候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进入读秒啊，因为也还有时间的压力。是。他实战是黑棋是走这个啊，白棋走这个靠。嗯。他是搬了。白棋啊，始终舍不得把这里交换掉。对，这个眼位始终舍不得。嗯，现在他先虎，然后再搬。哦，他这一搬以后，一样啊，一样就是一样。他也团，他团将来他是倒是也可以这么交换，也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交换一下。嗯，然后再断，他实在他还舍不得冲掉。对，舍不得冲掉，舍不得冲掉。断，嗯。他是白的是下的比较简明的，但在外边这个是复杂又还原了，就这个可以先手冲掉，然后又一搬，又刚才一个复杂的一个变化，然后现在他断，那就形成了一个双方收兵的一个结果了。嗯，然后黑棋就长，哎，他长的话呢，白棋白棋还可以，这个白棋应该满意吧，我觉得满意，是吧？这个子吃了，这个眼位是满意，这个铁眼了，中间满意，打过来，活了，嗯，就是这边有个后手眼，嗯，就算后手眼的话，嗯，就算这被你打到，这个是后手眼，这当中是个先手眼，白棋，嗯，你看白棋实战是飞。那黑棋当然这是手筋的下，千万不能下类似这种棋。当然下一步也还马马虎虎，就是我要退的话，你还要顶上。顶住，对。这当然不没意思，肯定是要靠的这地方啊，靠完，断，吃他就吃。现在就是白的是这块棋清清楚楚的活了。对，这个你提我已经是一个眼了，我在做活，你做这个眼我一提，对，这个已经不用担心了。这个白棋好像成功了，成功了。哎，他之前的策略这个先捞后洗倒是没付出什么代价呀，啊？不，好像这一代进攻黑的哪步棋是软了？这个我还没具体找出来哪步棋，不知道。下到这个图，怎么觉得白棋没有？对。黑棋的所得在哪儿呢？哦，黑棋所得难道在这里？他在这里。
倒也是，这边现在黑棋是很厚的，铁厚了。攻这边，攻下边，白棋是不是也能做活呀？能做活，白的飞一个，怎么也不至于死吧？对，飞一个我挡是先手啊，挡莫非是后手？那我一跳，你这个是死了吗？嗯，还是先手啊？还是先手？那我总活了，对。哎，这个跳我如果这提是先手，提先手，那你跳我爬我长啊？你走不回去啊？嗯，对对对。挡是先手，那些飞肯定活了啊，是活了，没问题，我也觉得是活了，就飞一个就行了，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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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嗯，就是活的有点活，人家能靠进来，你得就说这个棋，我这个我比如说这顶一个啊，嗯，我这边还有先手呢，这块棋怎么活的了？几是先手？几怎么还活着？几是先手吗？结果这个打了弄出去，你这个棋跟我撒气啊？是吗？不会。先手吧，还是先手？不，这活，他是应该是活的。活棋是能活，还是能活的。嗯，活了够不够？活了，白的还可以吧？至少是细棋吧，还早。不是，但是我没看懂的是，白棋这是什么？这是外一个是什么东西？白棋，他不是已经先手活了吗？已经活了，这不用挖了吗？走这个，你走这儿的人家吃，人家不是补，是吃这个补。对呀、啊。然后现在，然后白棋另一个，那黑棋要脱先了吧？脱先，哎呀，我这里可以加一刀了。黑棋脱先了，黑棋脱先了。哎，那为什么白棋要吃一个呢？他吃这个就是现在黑棋提是后手。没看懂，黑棋提变成后手了。提是变成后手，对，这个我能看懂了。那提后手，本来提先手关系不大，跟死活没关系。我这个先手，这个是先手，我一飞就活棋。提跟死活关系不大。对，对这个对下面的影响不大，因为就把一直把你这个挡算作是白棋的先手。白棋难道觉得是？哦，他是莫非是想要要这个？没什么墨菲，没有墨菲，不像人家下，你下你当然这个随便了。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场景是在这里，现在该白棋下，当然不，白棋走这个应该是这个地方是肯定可以活的。嗯，他担心的是不是啊？这个通连，嗯。你要做活，那是不是这块棋会有点小问题？嗯，还上面这块确实是有点一点点小问题，确实是有点薄。对，薄它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也许他担心的是这个呀，他们总是想的会比旁观者要想的多，是吧？担心的地方多。对，他们就是在胜负的最前线。嗯。完全就沉浸在里边，沉浸在胜负里边的，所以每一手棋就几乎你坐在棋盘上，你每一秒钟都在想这棋我形势怎么样？千头万绪。我对千头万绪就围绕着我怎么样能有最高的概率获胜？是都在想这个问题，并且有的时候是会有点患得患失的。是的，棋形势好那么一点点，嗯，那我要不要跟对手去拼？嗯。这时候也许小范就形势还不错，他这个是一个偏软一点的棋了，就是他要把这切了，哦，或者觉得活了也不太舒服，嗯，他选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气转身之后另外一种收速的方式，对，但是这个。风险也很大。第一感，这是脱离主战场了。对对，这是脱离主战场，因为人家在攻你这个。其实下棋的时候啊，也有就是真的大胜负的地方，也是有一种窍门的。嗯，既然对手在往这下，嗯，你也可以跟着下，跟着下，你至少你没有吃亏。对，是吧？就是说，对手你如果要动手，嗯，比如说要瞄着你这块大龙，因为他这个是先手。就是
把黑棋这个是看作是先手，你就提掉。那么黑棋呢，因为有这个棋之后，你这一类的都是后手了，那么他有什么手段可以是可以用？嗯，那他本来就可以用。嗯，不，黑手本来不就可以走这个吗？我再对，再来呗。就白的应该是还是能够处理的。就是白棋先，就是变应万变。就是说，哎，作为白棋来说，你走这时候，白棋莫非就觉得有我是一个机会来了，哎、给我一个简明获胜的机会啊。也难说呀，对，也难说。就是走这个，我就不应。对，他实战是没应，但是这个地方像是脱离了主战场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也是结果论，啊、对吧？对。如果说这个棋最终结果这是一个，就白棋最后获胜的话，也许是一个机会。是有机会。有的时候也是机会来的时候，高手他也要抓住。因为这种棋吧，它是这样，其实判断还是有点难度的。你看啊。黑的这里打吃一个，白棋打吃，嗯，那么他已经通连了，对，你这就落了后手，这里就让黑棋再加一刀了，对，黑棋现在是补一手，其实就是说，再追究一下，嗯，也许白棋没看到人家这么补，哎，就是补在这儿这么吃，不是啊，你走这么吃的话，我一飞，是不是？对啊、我这地方还有棋的，还能做活吧？诶，不是，你不是要靠着我吗？嗯，靠着我不是一般就脚就活了吗？至少能活一个脚啊！对啊，所以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思路？就觉得啊，嗯，这个判断有的时候，嗯，一直沉浸在胜负中，沉五六个小时了，嗯，以后就会有一点短路，比如说觉得，诶，这地方。我废脚可以活个脚吗？嗯，是不是就大了嘛？嗯，大的话，那么这一代白棋是做不活了。对，对吧？有这个，那么白棋可以，比如说，这个，外面压缩一下，先手走一下。对，那么我再先手收官，这个提了先手，再把这个先手一收，嗯、这个比如说可以下来什么的。嗯，那觉得形势还不错。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逆收官。就白黑棋这么补棋，我们看看这个脚上是什么死活问题啊？黑棋现在黑棋是补在这儿，补在这儿，它一个明确的一个下法就是说，你现在这样做活是不行了，活不了，因为你这个是后手，变成后手了，这后手肯定活不了，他先动是肯定活不了。那么其实白棋也有手段的，我飞一下以后我可以搬的，嗯，搬的是活一个小脚，小脚，嗯。能活一个小脚，好像也要活吧？我觉得要该活小脚也要活哎。他活小脚是觉得不够吗？他现在是走这个，走，然后看看黑棋走哪儿了，然后把这个提掉，这是白棋的权利。提掉之后，哎，他没有活脚，飞下来，这什么意思啊？我是没看懂哎，哎，飞下来现在是要飞下来的话，白棋一顶，啊、白棋把黑棋一顶，他吃这个大龙吗？这怎么吃啊？这个黑棋铁眼一个，上边，嗯。上面有没有刚才说的这个好手啊？他这个棋，他这样活可能是不一定赢，是吧？嗯，嗯，就走这个。不管你叫什么，这个有个飞好像，这地方有个飞。嗯。啊，这个能把这个子割下来。就是黑棋啊，就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它是正确的，就这个时候。嗯。因为他。这个地方有一步大的棋，如果看到这样的话，这一步有个活脚是一步大棋，对，下来是一步大棋，是，然后这个也是一步大棋，这个是白棋的先手，就是说如果
黑的补在脚上了，随便补一个吧。嗯、那白棋可以走到两个，两个，这个先手再把这个走了，就三个，现在等于三个大官子。是，所以黑棋走了这个之后，可以保证，或者脚里再能加一刀，或者我这个地方可以来跟你。黑棋那黑棋下的很聪明，他等于这个一个逆收官子。当然，可能小范我觉得啊。嗯这个是可能这地方就是他走这个的时候有某种的判断的失误，他就是觉得对手应该是补角，我一飞我可以活角、嗯、所以你现在只有补角、嗯、然后补角的话我这个先手一个两个、啊、两个你占一个我占两个、对我占两个，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他觉得可能觉得形势不错吧，对、啊、是，但是没想到黑棋这个很聪明啊，嗯、啊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逆收大官子，逆收，然后现在他飞了，白棋这个现在没提，过一会儿才提，先飞，对，你靠住，他是提了一个，嗯，提掉，然后现在白棋的选，现在白棋有个选择就是要么活角，一般是能活角，对，活角，活角是有大概多少目啊？哦，很大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大，我觉得还是应该活了，就提掉吧。再说，对，提掉可以。就提掉，这样一二三，哦，太大，四五六七。这个能点清目吗？这个多少目？他这样的白棋三目，如果说黑棋吃掉，黑棋的目一直到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嗯，加上刚才三目十七，还有一些这些。十七，它还有一个头，嗯，对吧？二十可能都不止。你要成目的话，这个二十都不止。嗯，但是它实际上是这么下来了。下来的话，如果这里不成目，也有差不多接近于至少二十目，嗯，至少十七目。他现在没活角。对，但是这个活嘛，就后手活是吧？后手二十目的样子，二十目左右价值。那么他是飞下来，飞下来想活得好一点呗。他搬下来之后，能够爬，一手就爬过去了。但是黑棋肯定是要补呀。嗯，黑棋先把这个角拿住，那么看看白棋能不能把角上这个损失，白棋走这个弥补回来。这个不是，这个棋在攻杀大龙呢，大龙能杀吗？这个棋？黑棋拖，这个地方眼位是拖在这儿是吧？我刚才想，是不是曹老刚才说的这个加是好手？啊，加，加来做活，他直接拖。嗯，拖的话，他要弄他的话，嗯，不，他这里其实还有眼。啊，这里还有眼，现在不太好弄。现在长一手，啊，长一手是瞄着什么呢？瞄着种种。如果这个有先手的话，嗯，他是准备那么开杀的呀，他可以这个是走掉，嗯，就算你这个你接啊走这个都可以，他、嗯、就准备这么杀了，嗯。不，这好像也不行啊。他有几激活，搬一下。对，这个不住。对啊，还有打激活。至少是个打劫，上面至少是个打劫眼。有打劫眼，好像白的就挺够呛了。但是我们还没看清他这个力拖出来是什么意思，啊、跟这边有什么关系？这回来搞搞你的味道啊。嗯。不是他不是有冲断种的吗？他这个是先手，他也是一种成功吧？哦，他粘是先手，粘下面哎。不是，还有一个这个地方他比如说他有个点，嗯，他如果这个是先手，这个就有点，哎、嗯，搞搞你呗。这个冲是先手的话，这个点肯定有啊。对，还是味道还是有一点的，就是。哎，就是搞得你头大一些。黑棋现在提这个，提这个如果什么棋没有，白的又亏了，又亏了是吧？对。不过白的也不会什么都没有，这个点总是有的，应该。加。嗯。
打结，这样的是一个打结，这边是个打结的眼，这个结是避免不了了。对，但是又黑棋这个本身结太多了，本身结太多了，黑棋要注意这个地方结是没用的，它还是可以一路到虎。对，就是你做一个眼，它立一下，再又扑进去，所以就不如直接就进，就又进了去了。哎，它直接就打结了，啊，这一开结的话，黑棋本身结太多了，直接开结。这个白棋也是下的干脆啊，直接开结了。这白棋凶多结少了，提结。他往这冲过来，嗯，这棋。啊，直接冲断。嗯，冲了。直接就冲断。冲断肯定是先手啊，就是我这地方几是通连的啊。冲断没什么别的棋，他就飞过是吧？嗯，然后把这个打掉。黑棋还是边下边收官啊。打掉不？这个是大，他怕人家打一个是一个劫财，打掉算了。先手把这个打掉，然后提劫。嗯。啊，这个白棋这个劫不容易打赢哎。做活这个够吗？冲这个是劫，嗯，这个是个本身劫、这个是劫，提劫。冲这个。嗯，这个还只有退。提劫。他这个当成挤了一个、这个也是劫。白棋提过来，提黑棋再冲，对，白棋接打不赢，渡过，黑棋提劫来了怎么办呢？来活这边行不行？他给不给你活？不给你活吧，哎，不给你活哎！你要走这个，他要点你的；你走这个，他就点你的。走哪个？你要挡住找机，他点是，他先靠这个，靠这个白棋黑棋要硬，硬一个，然后上面提劫。但是他劫财还是不够，白棋劫财太多，黑棋劫财太多了，这里还有很多劫。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劫呢，打这个，这个也是劫哈，跟大龙有关系是，这个没办法，是劫，太多了本身劫，白棋的劫材已经不好找了，贴，进去，提劫，黑棋是不是该找这种劫啊？搬一下也可以，得搬了。搬，挡住，提劫。现在白棋就是这种是劫财，挖吗？冲了一个，这个冲。哦。接上，然后这个顶，这个是劫财，哎呀，这个劫财有点多啊，黑棋劫财有点多，就这虽然大龙是打劫活，但是你打不赢，你就怎么样就救活了嘛？而且他本身劫多，你可能。就是打劫占个便宜，可能也不足以弥补哈。对。断这个，这有点损。这也是个稍微损一些的劫财。提劫，黑棋还有哪里找？黑棋就占这个占这个。占肯定是劫了。对，这个一家受不了了。对，
一加是一点就完了。对，加完，加你如果冲，叫汁，接上。我把这个点下来。这样就不行。嗯，你如果冲的话，它就尝回去。对，什么都行，冲到极也可以。对，就粘也是。对，它肯定要补的，它补这个吧。嗯，再提。但是这边节它还有，嗯，太难了，现在对白棋来说太难了。找一个，对，打吃，嗯，踢掉这个是损节，但是也没办法，没办法，这一个，嗯，它这个断都是节吧，争这个，哎，白棋黑棋团一个，这个、嗯。团一个，要不要换一个解答？换解答没什么意思呀。因为你黑棋打下来，白棋可以做解，算白棋算了，粘住。嗯，一样的。一样的。嗯。白棋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有劫？劫越来越少了，挖一个。嗯，这个是劫。嗯。吃。将来。粘或者拐是吧？哦，反打，还有一个劫，提劫，嗯，提过来，嗯，哎呀，这棋，点这个，哇，这好棋啊，点这个，嗯，如果消极的话，他提了是吧？如果白棋粘，粘他断一个，断就可以了，也不行，对，就黑跟白棋这边有死会有关系，如果说。白棋现在消极，对脚上死会有关系，白黑棋就断。嗯，你要打吃一路搂，对，滚打一提，对对对对，嗯，所以这是劫材。白棋补在这儿，白棋补这个，这行吗？补这个，他如果开劫呢？我开劫呢？对呀，你提我再提呢？嗯，什么意思？一个棋不白的劫材不够啊。黑的应该做劫啊，先提，先提也挺好，没问题。然后粘，冲，嗯，提过来，很顽强啊，白棋很顽强。现在白棋提过，黑的可以做个劫吧？做劫，还是做了吗？没有，哎，提过来，哎，不，硬啊，硬啊，幺幺提过来，对。这个黑的还有哪里能找到一个劫材？打吃这个，打这个，这个是个劫，这肯绝对是个劫。嗯，然后提。提。嗯。哦，这个打劫打了有一百手了。让白棋再跑一个，那个棋，黑棋冲。冲。白棋提。嗯。黑棋做开这个劫。黑棋开这个劫。对呀、啊，这白棋怎么办呢？这劫做上去。对呀、啊，没嗯。不过他一点确实麻到了，白棋怎么补不好补。对。他提他不是连环劫吗？他提黑的提，嗯，白棋难道只有提这个啦？提，然后黑棋扑。嗯。嗯，打这提嘛？提他还不提，提他要提过去是吧？你打提这个是吧？就他现在要提这个的话，黑棋没有提，他要这样提了，把你这样吃掉吧，打这个劫、哦，也是打劫、哦。嗯，他现在没有，现在是这个劫是这样的，这样，嗯，这边这个，嗯，这边有一个、嗯、提的时候，黑棋这个是在白棋手里，对，白棋黑棋没有提。黑棋的话，可能怕一路，黑棋扑一个，对，现在一路扑，白棋应该接上吧？接住了，对，接住，嗯，黑棋提过去，提过去，那现在要就要，这个一提就要叫白棋的命了，对呀、啊，嗯，怎么？哦，他去提了这个，还是打劫？哦。就是你提我就粘住，是吧？对对对。然后还是打这个劫。对对对，还是打这个劫。啊、哦，他还是打劫，那还这黑棋还提过来。嗯。那去了还打劫，这去白的打越来越打不赢了嘛。再断这个。
断这个，断这个黑如果不理的话，这个就打这个，打这个，对，然后一尖，那这个他不尖了，他是不是直接要挡你了？哦，挡你不行，一尖打一个一尖，是把这吃了赢吗？黑棋不能硬吗？黑的也很想硬一个，不硬了吗？没硬了啊，黑棋提劫，黑棋就把这个劫提了。黑棋哇，这个打了有大几十手，这个劫现在黑棋消劫了。黑棋消劫，这边已经是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了，但现在这边有一点悬念。打吃，又要打劫，又要打劫吗？他就把这个劫坐上，对，坐哪？四打劫就坐这锦衣戏。那锦衣戏就是劫，嗯，锦衣戏就是打劫。哎，这劫也蛮精彩，这对呀，劫又换了一个劫打，现在、对，吃提劫，然后白棋立。黑棋叫吃，叫吃，踢，是不是踢了？踢了，踢了。这个搬，搬得硬啊，不能不硬，硬上。他再踢劫，白的黑棋最后一个劫了。搬为什么要硬？哎，搬不硬，这怎么行啊？我断了，你这块棋不对了，这块棋没眼啊，这块棋整个没火，你断我就吃掉，你吃在街上、不没眼了吗？对，这没有眼，然后这个上面这边哪有两个眼？打吃掉。随便了，没眼没眼，所以肯定得赢，这肯定得赢。哎，这棋其实还是很精彩的。对，很精彩，这打劫是很精彩的，提劫，黑棋提劫。白棋这是最后的一枚劫财，这个提掉，对，你看这个黑棋提的巨厚，这是黑棋提过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劫财了。对，黑棋提过来，那现在白棋提过来，黑的是什么？直接断了吗？看看啊，断了，断啊、白棋还硬的，不硬呢还是不断，但吃掉还大，接上还硬，提掉。那现在哪有、这个啊、有劫财啊？谋了，白棋的劫财，点这个，点这个是不是这个不能硬了吧？啊，还硬啊，继续硬。哎，其实黑棋消劫不够吗？他觉得这个也挺大的，这个确实也特别大，确实特别大，还是硬住了。嗯，大，这个还是大，因为你看他。他反手还有一个劫财可以找啊，急，啊，不是，他先粘，好几个劫，他还不守木，对啊，一个，将来再挤两个，不是，他马上就挤掉了，不急要被他走掉了，怕，哦，有点怕是吧？双先劫财是吧？其实也还好，怕对手冲呗，冲他就挡啊，哎，断了。这不他的劫是早一点，他所以挤掉，他先挤掉吧，安全。啊，这个是他的权利。很有经验啊，现在在提劫。嗯，那我看现在的话，白棋找哪劫？白棋爬。哇，这个棋的家，这个精彩。白棋的提。但是现在其实。黑棋通过这个接他的木已经很便宜了。这个接实际上不算太大吧。现在其实黑棋的木黑打是这一堆木。就这堆木。但是我提掉的话这个。不是他可以比如说藏进去再找这种让你受气。也有可能的。哎他是这样的。藏这个了对。他是藏进去了。藏了。藏这个白棋没法再硬了，白棋提了是吧？对，白棋硬是不要硬的，没法再硬，提了，黑棋就补回去，白棋得收一个，黑棋小劫，这个棋应该完了吧？对，啊，是，
还有吗？没有了，是不是最后一首？没错，这一首棋我看看，对，这是最后一首。下了仗，现在黑棋李轩豪中盘获胜了。嗯，这看起来呢，白棋提掉了，通过打劫占到了一些便宜，但是不是不够？不见得占什么便宜，因为像你像这个段损劫，这个点也是损的劫、哦，然后上边被这样已经损失很大。其实打劫应该说白的还亏了。还亏挺多的，就是这个劫。这个劫从这里开始算起。这开始已经亏很多了。这个损，这个损，这个损，三个地方损。这个地方其实也是黑棋，也是便宜的。嗯。我走了一个你没理吗？嗯。等于我这个走着了，你还补回去，然后一小劫。对，而且打劫、这个打劫之前的代价其实是用这边来换的这个劫，是吧？对对对，各处的代价。对，这个代价比较大。嗯。对。我觉得反正白棋，嗯，白棋最直接的败因啊，嗯，就是这两步棋，这个胡和那个啥什么时候这个没有飞，去中央挖了一个，嗯，这个地方判断上有点问题，不知道就是小范大概是想下的更紧凑一些吧，有可能，哎。其实当时白棋活过了，这边做活之后好像还好，行，还可以是吧？他这个先捞后洗这个策略好像还成功了，对，至少是局面不差，已经差不多已经走到那个小白的小范的路子上，范大将军路上了。对，但是后面好像后面黑棋确实下得好。李轩豪九段确实下得好，对，总体上黑的是下的是挺好，几乎没有什么总体上没有什么大的失误，下的是吧？嗯啊，正好曹老，我们这个前方记者也带回来了一个现场的采访啊，好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对冠军的采访。首先，那个恭喜李轩豪啊，作为这个徐州这一场的差不多20多天吧，对，这么多盘棋，我感觉表现非常那个出彩啊。嗯，对于这个万科杯，我看你好像是第一次夺冠吧？对，前面最好好像也是8强。对啊，心情怎么样？感觉现在是确实非常高兴，赛前也没有想到能一路走到最后。对，就这么长这个时间，那么多盘棋，嗯，这个跨度那么大，那么还觉得身体上这块怎么样？社交？确实感觉会很疲惫，现在，但是主要是一直在赢，所以说就还好。要是可能下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很累。那个之前呢，我看就是针对亚洲杯这块的表现啊，嗯，对，网友都有这个评价说你称呼你们这个中国的“凶工智能”这块，你自己怎么评价？其实也肯定不敢这么说。主要其实是可能是布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算是强项吧，布局方面。然后中后盘其实要差一点，这次能夺冠，主要可能是后面能扛住，就下得不错。其实之前的话，前面布局应该是就是占优的那个可能性比较大。嗯，然后这个亚洲杯下完之后。那轮到乔丹科了，这丹科杯也是这五盘棋也是一直连胜，是对于你这个是不是这个信心，这个起来了，感觉你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对，这个月肯定是自信心也提，等级分和自信心都提升了不少。其实赛前完全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那对于那个下一步那个亚洲杯这块，对自己亚运会这块呢，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看教练安排吧，我可能因为个人赛我应该是下不了，所以说团体赛的话，6个人是上5个人嘛，所以说可能对强队的话也不一定能肯定能上，就是能争取能发挥自己的水平就可以。那个在徐州又升9段，又拿了第一个国内的冠军，怎么想对徐州说呢？对，其实要感谢徐州方方面面的那个辛勤付出吧。因为感觉在疫情比较复杂情况下，能连续举办这个亚运会选拔和万科杯是真的非常不容易，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吧。自己在徐州，在这个酒店，我记得上一次万科杯进8强哈，也是在这个酒店，然后在别的地方就输了，所以说也算是福地吧，在这个地方。
但看到这个李轩浩九段的采访，看得出来啊，这个喜悦都藏不住是吧？对，他这个抑制不住的这个笑，对，笑的开了花了，可以说。啊、这个其实是对、我觉得对李轩浩九段，他现在他是95年出生，今年27岁了，在这个一个年龄，95年，比范廷钰还大一些，大一岁，对对对，这样一个年龄，我觉得他应该说在他竞技生涯中又提升了一个很关键的台阶，对对 对, 对吧？这个我们肯定是要祝贺李轩浩的，这个是他棋艺生涯的第一个头衔。对，虽然他之前拿过个人赛的冠军，但是那个不个人赛冠军是头衔战，对对对，是吧？另外一个是个人赛冠军是受限制的一个比赛，就是说不是高手都参加的，或者说可以说是个人赛的话有多少年了，就是顶尖或不顶尖、比较高的高手都不参加了，是个人赛，是所以一定是今天这个比赛是更含金量更高一些。是吧？对，那含金量肯定高，有50万人民币的奖金了，那肯定要高。双冠羽了，含金量啊，是是。对，当然这个李轩浩九段，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叫天道酬勤的一个代表。听说他非常的用功，哎，就这样子，他持之以恒的努力啊，就是有努力就能有回报，有回报。对，这也应该也是给这个所有的棋手吧，是吧？一个这个正面的鼓舞。是的，而且这个李轩浩九段，刚才他这个裁判中也说了啊，接下来也要面对接下来这个亚运会一个非常关键的赛事。对对对，这个今天的这两位参加决赛的棋手都要代表我们中国队参加亚运会。对，是。那么现在衢州烂柯杯，今天就落下帷幕了啊。对，也诞生了这个新的冠军，也特别巧，这个烂柯杯9届了，每一届冠军都只有。都是新冠军，就没有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拿过两次冠军。其实范廷钰九段他在第五届当中是第五届的冠军得主，对对。所以今天如果他拿了，就打破这个规律了。但是没想到这个李轩浩九段还是拿到了自己这个职业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头衔。那么呢，也是为烂柯杯呢写上了新的冠军的名字。那么今天烂柯杯也就落下帷幕。这个衢州这个长达20多天的这么一个围棋的盛会啊，这个亚运会选拔，今天暂时告一段落，以及衢州烂柯杯都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李轩浩九段也获得了这个衢州烂柯杯国际赛的这个门票。我们是这样，我们这个比赛好像叫衢州烂柯杯，那个还有个世界比赛，那个、叫好像就叫烂柯杯，就叫烂柯杯，就没有衢州两个字，因为是一个世界比赛，就叫烂柯杯。在国内比赛呢，叫衢州烂柯杯啊。那最后都是有烂柯两个字，对，对。好的，这样我们也期待着李轩浩在烂柯杯世界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以及这个接下来亚运会我们中国队取得好成绩，是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曹朗啊，我们一起感谢大家的陪伴，对，关注这个烂柯杯一直到结束。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再见。